就是三哥他们家的新房子，我们现在要拌水泥，把水泥倒到外面来，围一圈，然后把家里面那些烂砖头啊拿出来，把门口这里铺平。好的水泥浆全部被我们抬下去了，现在我跟伯母两个又要再拌水泥浆，还要拌好多次才会把它起好。硬邦邦的，这个水泥放了太久了，上次我们吃鱼塘的时候买的水泥了，现在都硬了，用木棍把它敲一下。今天就做到这里吧，这边还有一半，下午再来，现在回家吃饭了。